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96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 Steel Series 第76号的 Jolt，翻译成摇摆。它是来自于这个《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是第二集里头出现的角色。但是它这个合会的这个 CGI 图的话呢，我先前那几年从来没看过啊，不知道是不是特别为了这一次的合会而做的。这个面孔的话呢，还是真人电影的一个风格啊，生化啊，生命体般的一种感觉啊，非常多的一个细节的表现。那么呢，在盒子的后面呢，如果你有注意到，它有一个车商的一个授权的一个贴纸。那么呢，可想而知啊，在车型上的话呢，它会比较去注意到它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会造成人形可能会被牺牲的很多啊，确实没有让我失望，人形真的是被牺牲比较多的。变形步骤有23步啊。这一款的变形呢，其实不难，但是呢，出拿到的时候呢，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的感觉到了它的一个头痛。那我先简单的给各位，你先扫一下这个家伙啊。其实它的一个细节的话呢，在最近的 SS 里头的话呢，算是比较好的。整体的涂装色泽的部分的表现呢，都是比较精巧、精妙、漂亮的一个玩具啊，特别是胸口这两个部分。但是呢，它的体型呢，非常的非常的小啊。那整个小的话呢，但是它就是，应该说它的一个外观的话，会给我一种似乎是不可动、雕像的感觉。哎，对，这是一个赞美，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体外观，特别是正面，其实是非常好看的。当然，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背包，后面的一些小空洞就暂时不说。手臂后方这个，我就不想去吐槽这个了啊。我们先讲一下它的一个外观呢、啊，后面这一块，它最大的毛病其实是这一块，倒不是这一片呐、啊。啊，也不是这一片啊。那我们的话呢，这一集的话呢，会给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Jolt 的话呢，这个是当年第二集的时候，Revenge of the Fallen RTF 的时候推出的一个 Deluxe 等级。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这个二手啊，那个上一手的玩家有给他做一些补色，所以它的一个配色呢，可能会跟各位手上的不太一样啊。这是当时最早的一个版本，这个 Revenge of the Fallen。后来的话呢，到了这个 Hanford Decepticon，啊，推出了一个所谓的静电配色，啊，你看它有一个闪电的那种标志，这是后来静电配色的版本。我后来又入了一个啊，它身上的话呢，就是颜色稍微淡了一点，那算是稍微后面它改了一个颜色，又推出了一款。那么到了电影三的时候呢，虽然呢 Jolt 呢在第三集里头没有出现，但是呢，还是给他做了一款玩具，这也是唯一一个呢没有附带电鞭的玩具，它附带的是一个轴动武器。变形金刚第三集的时候，那个玩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那么呢，到变形金刚第四集的时候呢，Hasbro 呢又把第三集的模具呢稍微改成了一个，改成了所谓的一个第二集的配色，就一个深蓝色。那这个的话呢，它没有轴动武器，但是附上了两条电鞭。那么呢，这个就是目前呢所有的这个关于这个 Jolt。官方推出的玩具的我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啊，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啊，身高的部分呢真的缩水的非常的多，但是以造型来说呢，它会是这几款里头呢，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个，它的一个所有的部件非常的集中啊。首先的话，我们看它几个重要的特征点啊，它的一个背后你可以看到这一块部件，还有这个部件啊，以及后面简单的说呢。甚至我们可以拿这个第三集的时候说的这个模具，这里上跟下这两个部件的话呢，其实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征特征。你看上下其实是有的，所以它也不是乱做。再来的话呢，它的这个腿部的一个圆弧的这个造型啊，你会发现呢，跟这个模具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接近的。然后类似轮胎的膝盖都在这里。那么呢，在这个脚掌的部分呢，它会是这，三个，就是一代机、二代机、三代机啊，它的这个脚掌这一代的造型呢，会是里头最好看的。那么呢，整个一个家伙的话呢，最让人觉得恼火的呢，是它的这个裙甲的部分呢，这是它最大的一个败笔。在游戏啊，不对，在电影里头，它是确实是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护具在这里的，那应该也是为了迁就车型的关系而造成了一个牺牲。后面其实如果没有这一块板的话呢，其实它造型也还算过得去啊，我自己觉得啦。但是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呢也没那么样的一个显眼。那正面来看的话呢，就我只能说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它的一个大小身高的话呢，已经给我已经见识到一个时代的一个缩水。那我们拿一个一样是这个《Revenge of the Fallen》的这个，跟它有对手戏的极少数家伙啊，除了天火的残骸，还有 OP 重伤的状态之下，就只有这一款救护车跟它有一个对手戏。这个救护车的高度呢，几乎要跟后面的这几个第二级的家伙呢身高是一样高，那它的体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小了。那么呢，旧的这个人物呢，其实是后来呢，好像是 Michael 被硬加上去，他本来是没有这个角色的啊，所以他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台词啊，其实很多机器人也是没什么台词啊。然后这个是之后比较后面推出的 Bumblebee，两个的身高的话呢，他呢还是比大黄蜂呢还要再略矮一些些啊。那我是觉得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战斗型的机器人了啊，就不要特别去纠结他的一个身高到底高不高。那他所附带的一个配件呢，是一对的这个鞭子啊，这个鞭子的话呢，装法呢，我觉得有一点意思了啊。它是要把其中的一个拇指这个部分呢，先给拿下来啊，然后拿下来之后的话呢，再把这个地方呢给扣上去，那也算好吧。你有做出来比没有做出来还要来得好。那它一共呢附带的是一对啊，你可以两手都装上去。那我相信呢，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会联想到说这个比较像这个迪诺，对吧？迪诺，他的这个家伙投射出去的那个绑住这个短柄斧的那个吧？那我这个拆下来之后呢，就是你可以做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啊，你会发现呢，它居然是刚好可以用的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热链鞭啊，你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可以抛出去的镰刀啊，给这个迪诺来做一个使用啊。稍微清理一下我们凌乱的桌面呢，我们呢单独来看这个家伙啊，其实呢，诚如我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个感觉，它是一款，摆在桌上的话呢，其实很有看头的一款玩具啊。各个的一个这个科线啊什么来讲的话呢，在包括涂装，特别像涂装啊，它的身上有这个，比较亮的银漆，比较暗的一个塑胶色，还有一个比较暗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涂装，整个分层来说是比较 OK 的。那它的一个手指的话呢，拆下来的时候可以安置在裙甲侧边这里。那我们的话呢，就暂时的把这个手指的话呢给安回去。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还有它的一些可动啊。面雕的话呢，就因为细节非常非常的多，那玩具比较小啊，但是这个头型的话，我觉得是有把电影里的样子有做出来。然后这个肩甲的一个部分呢，一共有2片，这2片的话呢，几乎可以说是变形的时候最重要的2个部分。这个家伙的变形器其实就是变肩甲跟手臂而已，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形。然后这个白痕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一拿出来就已经有了，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去发生的。胸口的话呢，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造型，腰这个地方收了，其实非常的漂亮。那这个部件我们就暂时先拿开。手臂的话呢，是根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然后呢，二头肌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这个只能够往内折啊，比较可惜啊。看到这个，以为的话可以转动啊，这个是那个吉普赛维基的那个等离子炮的这个感觉啊。但是可惜它只能够往内弯，但是这样子弯的话呢，其实也。看起来也是挺好的啊，这款机器感还是比较重的。然后腰身可以动，脚的话前后踢没有问题。脚的话呢，由于它这个脚啊，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接地，它没有接地的关节，所以它腿的一个站立的话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局限性啊。以及的话呢，你为了要迁就背包，然后能够人物能够站稳的话呢，几乎都是要用一个鸟腿的站法才能够站得稳。因此这一款的话呢，就是会它的一个啊，对了，它的一个外摆内收在下面啊，非常的下面。上面这里是没有的啊，但是呢，却维持着它这一代啊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型啊。这我还是要讲一句话，这一款就是，可能车子的话呢，必须要这个坚固的比较重要。再来就是它的一个细节做得很漂亮，但是在一些可动啊，还有在变形的一个体验上的话，是真的是比较弱的。背包是可以卡住，但是呢，它有设计2个插孔，但是呢，我这个扣进去啊，这个这里啊，这里有2个凸，蓝色的凸，对这个浅灰色的洞。啊，我找不到对应的种族来做形容啊，只能是阿凡达对什么幽灵的感觉，灰色的幽灵对什么催狂魔吗？anyway，反正的话呢，我一扣进去呢，它就会弹出来啊。很显然这显然是并不来电啊，这我也没办法了，不过影响也不是很大了啊。
战力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缺憾啊，让这款玩具的话呢，还有它的这个就裙甲啊，其实两面裙甲很大了，就是你整个玩起来的时候，你会就处处被干涉到，因此这一款呢，作为一个摆放摆饰的话呢，它的分数是很高的，但是你要拿起来玩呢，不论是机械的把玩还是在变形这一块呢，我认为问题还是都比较大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 SS 的这个 Jolt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后面这个背包的话呢，往上拖一点点，再来的话呢，背包先把它给松开。这个部件的话呢，先把它给往外翻出来，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啊，在这个地方两侧啊，刚提过，把它翻开。然后这个车头的部分呢，刚刚已经有前方已经稍微解开了，通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前面拖一点点。那先把这两侧的话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密合。这一款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在变两只手而已啊，其他的部分呢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那这个车顶盖啊，整个 OK 了。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手还是怎么个变法，还是这个样子啊。说明书的那个真的是很难看得懂，你看到这里有个红色的部件。红色的涂装，这里又有一个红色的涂装，我们怎么做呢？把红色的线呢连在一起，转过来，到这，然后呢，它这个的两个的话呢，都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可以推移的一个空间，我们呢先模拟一下啊，把它的这个两个红色的点呢给靠在一起。那你要注意到这里有个缺口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必须后面这个凸啊压到这个缺口上面，这样的话呢才算是变形 OK。到这里，好，把它给压下去。好了，这里是不是完成了呢？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啊，你看到没有？这手本来是正常的一个曲线，我们这个是要给它给反折上来之后，到这里，然后要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先到这里啊，我们先变到这里 ，OK， 这是它的一个完成的一个车尾的一个形象。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先旋转这个部件，旋转过来，然后呢这里挨上去，把这个红色的车尾灯呢给拼凑出来。这里有个咬合啊，后面这个咬在前面这里。然后手臂本来是这样子反折上来到这里，然后呢，这里有下面有两个凸对应上面一个凸啊，会形成一个特殊的一个咬合，将它给咬上去。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呢，它是一个准备被枪毙的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个空洞，空洞要收纳两个手掌。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部件稍微转一下，这个手掌给放进来，到这里，我们到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形象将它给塞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往中间靠拢，然后呢把它给塞进去。这里，那这个时候呢，就两侧要做个结合了啊。你注意看到没有？这里有个白痕啊。人变车是没什么问题，车变人，把它解开的时候呢，各位你要稍微去留意一下。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车尾呢，在这个时候，跟这个车子的一个顶盖，还有两边的车尾，在这个时候呢都做一个结合。然后呢，手掌记得就是塞到里头的空间。这个空间呢是足够你塞的啊，绝对是足够你塞的啊。这里将它给扣上去。那这扣这里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小心一点啊。这里 OK， 组合是没什么问题啊。拉开的时候你真的要留意一下。好，你刚好手臂会放进去。这个时候它的变形几乎已经是变完了啊。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脚掌往前面推，然后呢这个轮胎是要翻出来的。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裙甲这个部分呢旋转到后方来。待会的话就是要做这几处的一个结合啊，主要就是后面这一带啊，这里的变形。那变形的过程中呢，尽量不要再让它有一个被迫撑开的一个情况，因为我那个有白痕，各位刚刚已经有看到了啊。然后呢，两脚中间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好，那么呢，我来跟各位说一下，最后的这个卡扣的话呢，一共有6处吧，左右两侧。加起来好像有6处，奇怪，怎么找不到这个？好，都是蓝色的，怎么会扣不到呢？难怪阿凡达的这个，啊，sorry， 难怪阿凡达的人数一直在锐减。最后的结合卡扣呢，就是这里啊，这个地方轮胎这里跟这里有个凸，这里先扣，再来的话呢是把这一块黑色部件给塞到蓝色部件的内部去，最后我们再来扣前面啊，这里有个洞。上面对应有个凸啊，我们以这个方式来扣，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啊。那我们就先这里先过来，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住，这里也过来，拉过来，强行拉过来，扣进去，
这个啊，一定是往内退到底的，就不用质疑。这个车子的话呢，就是腿的话是要极度的压缩的，极度的压缩。好，我会建议啊，这后轮这里是压住，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啊，我们可以压住它的情况下，调整蓝色部件去把黑色部件呢给盖进去，然后最后再来扣前面这里，手滑了一下，最后再是扣前面这里，还有前方这里，所以一共是八处，不是六处啊。一二三四啊，一共是加起来一共是八处，这边扣上去，对应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这边捏住的情况下，来蓝色部件压上去啊，然后这个部件再往上推。那这个扣这里啊，我是说真的啊，它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扣啊，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没有那么好扣，扣上去。然后呢，对，应该是十处，这里还有一个卡扣，扣上去。几乎的话呢，你整个手掌的话是要完全的捏上去啊，才能够顺利的把它完成一个结合，甚至这个两腿中间它有可能会裂开。有时候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大概调整了将近20分钟吧，就最后呢都是在做这个密合。那最后密合的时候一定是前后一定要这样用力的挤压，把它的一个前方这个部件呢给往内推进去，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完成这个SS 系列的这个第75号的一个 Jolt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里还没把它给完全扣上去。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Jolt 它的一个载具的形态。那么刚刚在变形的最后的话呢，一再跟各位强调，它是前后啊必须这样用力去压缩啊，它才能够所有的卡扣能够扣得到位。总结来说的话呢，一共有一二三四，还有连中间一起算的话呢，它大概是有十个卡扣呢必须要去进行一个结合。底盘的话呢几乎已经看不到机械的部位了，全部都塞在里头，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里头还有很大的一个空洞啊。那么呢这个玩具的话呢有一个很漂亮的黑色的这个挡风玻璃，那也是目前所有的这些模具里头的话呢算是挡风玻璃来讲的话算做的最好看的。然后轮胎那有上一个碟刹的一个涂装，那滚动线的话呢尚可了啊，尚可，但是腹部这一带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碰到，但是你往上一顶的话，有时候呢它的一个结合密度的话会变弱。那大小尺寸的话呢跟现在的 Deluxe 等级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啊，可以说完全一样了啊。那么有车商的一个授权呢，所以它的这个还原度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呢本身呢、这个是几乎就是一个蓝色的塑胶啊，感觉质感没有很好。我拿出这个是当年第二集 Revenge of the Fallen 的原色啊，首先这个大小尺寸上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了，大小就有一个差别了。然后它身上的这个塑胶你看到没有，这个有一点光泽啊。以车辆的话，如果你要有类似一点钣金的感觉，我相信这个应该会比这个要好上很多啊。在这个时候不需要消光的时候你就别消光了。这里那一样顶部的话呢一样都是偏黑色的一个这个配色，如此这般。那这个的话呢再拿出第四集的时候呢，把第三集的模具呢涂成了一个电影深蓝色的一个配色，一样可以看得出来。尺寸的话呢，长度的话呢，可能非常的接近了、非常的接近。但是呢，在宽度啊，还有这个厚度来说的话，这一集的这个 SS 的这个玩具还是缩水的很厉害。那一样，这个塑胶的蓝色，这个也是有一点反光的光泽。那么第三集的模具的话，它的这个引擎盖包括上面这里啊，都有这种条纹，这种纹路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改成这样，反正店里头第三集它也没出现。那么以车头的一个涂装，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啊，可能车头的涂装来说，可能这一集第四集的这个可能是最好的。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几乎吧我可以这么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 SS 的这一款在人形方面的美型度呢，是完全胜过前两座的。但是在变形的手感的话呢，它的一个变形就是把手啊，这个肩膀的那两片甲胄啊，拼凑肩膀的甲胄跟手臂啊，小臂拼凑成车尾是需要，研究一下。之后的话呢，就是拼命车壳的一个密合呀，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讲。这个变形的体验其实并没有说很好，就非常非常的车包人强行硬包的这种感觉。那么车型的表现，各位也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了啊，它。虽然是有车上的授权，但是这个比起前面两座的话呢，它确实也没什么优势啊。甚至在这个引擎盖上面的这个分隔线啊，也看到前面两座、是没有的。但是反过来说了啊，为了要这个
人形啊、车型这些中间有没有有的没有的取舍也是很难说。那以玩具的综合素质来说的话呢，现在你拿它跟前面的比是有点不怎么样啊。那就算不跟他们比好了啦啊，这一款的话呢，冲着人形的美型度可以入一下啊。那对了，这个算扣分了、啊，这个展不过是展示一下了啊。它的一个人形的话呢，真的，是帅气好看啊，涂装也不赖，但是变形的体验并不怎么样好。那后面这个地方小心，车型表现一般吧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